来孤勇之人啊。是是啊，有你且回宫去吧。是待我随身而去，探国民可别离
犯罪，二侄秦王身犯何罪？为何推迟无门斩首？奴才先为不正，扰乱宫廷，故而问斩。二侄秦王功高盖世，万岁强听。走。
官不正，莫非你疯了？呵呵，臣倒是不曾疯，只怕是万岁你昏了啊。人家则是寡人昏了脸，而知秦王身犯何罪，推出午门去斩。昨晚使命进宫，与顾监堂好友，他吃功之后到西宫戏弄张敏本妃，装袍作带，奴才好德，如此淫乱宫廷，故而问斩。想那儿知秦王东挡西杀，南镇阿胶，有十大探马公道，你竟将他斩首，你那军心何人？我这臣心何安乐？当年家国太安宁，三国的娘才有贵子君，儿子大战王子通，花当中却了心疼你的兄，为了官军从军的本天上一人战斗的群，大唐中来了龙，如今来了我
下，后持于君，名曰纣王，宠爱于妃，名唤妲己。他家庭有两个残臣，一名是妃中，一名叫幽魂。那纣王听信妲己之言，起造一台，名曰紫心楼台。哦，逼干丞相抛心而死，贾氏夫人坠楼而亡，江后娘娘刮目裸瘦，东宫太子一命早吃，那皇家的父子就反吃了我王冠。到后来江上兴兵伐纣，我叹那纣王只落得火焚紫心楼台而亡。啊，万岁呀，啊，你看这不是听信谗言，宠爱奸妃，无道的昏王。
山设阴松林的轮，屠龙的时候我学我一的赤裸的江河山就一样洒。燕王知道戏耍之后是设计之恩，终于国破胜亡，似这样亡国之君岂能与寡人相提并论？此道不准，乃将下道走来。容儿奏，臣这道飘臣走的是周惠王，他家前优雅之后名唤晋献公，前非所胜而资，长子甚深此宠儿，那晋献公后来又宠爱一妃名唤骊姬，那骊姬在晋献公台前搬弄是非，要害深深太子一死，晋献公是执意的不听，那奸妃一计不成又甚而计，他用蜂蜜插头去往御花园中观花，要深深太子保驾前往，采花的蜜蜂围绕头上，那深深太子不解其意，在后面用扇扇派，那晋献公在楼台之上关键这个奴才他颇有醒目之心，吩咐殿前武士推迟午门去斩，必是来到午门中大臣拦路迟到，千岁有那府的喊冤，为何不奏知你父王啊？那深深太子言道，我若奏知父王，我父王道必然刀将骊姬斩首，斩首骊姬不吃金药，又斩我父王，思想骊姬成病，岂不是孝王之罪？小王母只可以死，我也不作拿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啊！万岁，依臣看来，天朝的圣圣太子与我朝何日之前王是一般无二啊！强女改换马昭仪，那昏王他负那子妻，吾是上殿见奏，反将他满门斩首，好国无子婿，翻出了召唤，去往我借兵报仇，那
秦王死后，被子胥贬为三伯有余。民患走赛花，他家庭有
一叫宦官云缓衣里，那走在花雨衣里，定计要害东宫太子一死，命伊犁收宫杀冤，多苦了田旦田大人暗中保护，那东宫太子他才连夜逃出皇城，到后来若以新兵前来可探那齐明王，只落得日晒而死。万岁呀，你看这不是听信谗言宠爱奸妃害亲子的报应吗？二进二殿在监堂熬药，三进三殿
二位皇娘走到抓袍夺带也是在耳进耳边，这不是大大的冤枉王。谢牛玉带为人拿去看来，再分开来。you
三年，两广而李世民不就长孙及错地战秦，新得错罪两朝奏，即将李世民长孙及赦免，而亲族之觐见亲朋，只以独报王昭定恩，谢万岁。皇儿，女儿一目怎样讲？
还与你慢慢地走。